整个广场有100多号人，从我看到大爷的第一眼，我的视线就没有看过别人。我是真羡慕这位大爷的晚年生活啊，左手用来搂，右手用来扭，就连大爷擦的鼻涕都是这么潇洒。你再看这位大爷，那身体质量肯定杠杠的。对了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想要老了身体好，那还得全靠美女的酒来保。大爷，你真是个老顽童啊。不过说真的啊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你别拿大爷开玩笑啊。如果万一背过去啊，哼，我可赔不起。这位大爷也是一个性情中人，你瞅瞅大爷眼睛都直了。不过大爷，你这手机啊，嘿嘿，好像没开机啊。大娘啊也不甘示弱，居然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。你瞅，把旁边的美女啊，嘿嘿，都看惊呆了。今天无意中发现了这一幕，我现在只想说，大爷，你赢我太多了啊！这真是老头好，老头有地保，老头妙，老头有电教啊！